鸡腿没？嗯哼，大叔的腿不是腿，他那该死肥美。来这边坐。现在严禁给减肥人士贩卖鸡腿，你胆子挺肥啊，大白天就敢来。唉，没办法，我已经3天没吃肉了。你看看这个怎么样？二两的，我可是听说你这里有油炸的。第一次交易嘛，难免谨慎点。先说好了，那个热量可高了。没事儿，我才160斤，又不胖。那你放心，这玩意儿绝对让你的脂肪兴奋。你先验验货。你在干什么？教练，你怎么来了？别紧张，自己人。教练，您的早给你准备好了，卤味的，还热着。教练，好不容易吃一次鸡腿，你怎么就吃卤的呀？你懂个蛋儿啊！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二位请慢用，记得给5星好评哦。